来来来，不过你要伴唱呢。2015最后一唱，柯市长很猴急，但。不知从何唱起，尴尬20几秒，终于开口。哎，我的心内感觉新鲜的叮当，不敢来叮当。黄土好听，是太郎，我只是爱乒乓。辣拍走音，离谱的是伴奏主 key 大乱斗，乐盘明明弹到副歌，柯P还在开心唱别段。索性拉掉衬运，来个市长个人秀，但看看民众反应，却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傻眼。唱得很烂，这个乐队跟唱歌完全事先没有也没有对过，这实在这个，我就写检讨报告了。你写哦，你写给谁看？我写给我自己看的。跨年演唱大吐槽，自己报告自己写，不过柯P练习表现明明没那么糟。脸书大玩直播，哎，虽然音准有待加强，但拍子都有跟上，前后表现擦家贼，关键在他眼前这台提字机，陪他一起练习。五月天御用键盘手小周老师就在脸书分析三大原因：柯文哲没了像 KTV 的提字画面，就不知该何时下歌；台上也没人告诉市长什么时候开始唱；现场 keyboard 老师不熟五月天的歌，没办法跟。因为我练是用那个 KTV 的那个袋子在练的，那个在练的，可是好像那个伴奏怎么跟 KTV 还不太一样啊？一台提字机，一切就 OK。不过另类自娱娱人也带给台北市民难忘跨年夜。记者张台芳台北报道。